Adobe Illustrator 作为全球著名的矢量图形设计软件，它的强大的功能可以将你的创造力转化为美丽的插图以及各方面的插画作品。它广泛的应用于出版印刷、 logo、 icon 的设计、字体设计、专业插图、互联网网页的制作。它适合生产从小型设计到大型的复杂项目。在本次课程里分为九大单元、12个课时，来让你从入门小白到进阶的设计师，并结合有趣的插画项目，让理论和实操结合。通过本次课程，你将掌握高效的工作流程，利用这些工具创建美丽的插图和设计。我是 Iris， 从2016年开始接触交互设计，我就步入了对于设计的热爱以及对插画设计的探索的过程中。在2018年加入美丽科学，成为美丽科学的插画师，累积了非常多的插画绘制的经验。2019年我成为一名自由插画师，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插画设计，成为他们职业道路的一项选择。最后一步，等着你的加入，购买课程，打开你创造力的大门。